谁说我要走吗？我舍不得你跟干爹，咋可能走嘛？才不信呢，根本就不是真心话。我啥时候骗过你？真的。那我怎么听说齐老板让你留下，你才留下的？瞎说！跟齐老板有啥关系吗？我真的想做干爹的生意。咋？不信你问陈师傅嘛。陈师傅，我学的咋样嘛？ 哦，是，是，有进步，好多了。哎，就是嘛。哥，我倒没啥，可是爸他真生气了。干爹真生我气了？嗯。那我到家里给干爹赔个罪。他不在家，去红柳客栈了。去红柳客栈做啥？ 你那个齐老板请客啊？啥？请客？大家吃好喝好。哎，都满上了哈。这个，马县长、欧阳局长、何团长，还有洪老板娘，齐某不成敬意，略备薄酒，这个能得到几位大家的照顾，真是三生有幸。 我齐某人先敬诸位一杯啊！好吗？齐老板客气。齐老板，哎，你的面子可大呀！哪里？我红柳在沙坡头开了这么多年的客栈，也从来没把城里这几大员请齐过。行吗？干了。干娘。 说啥呢嘛，说的我脸都没腚哥，我可不是什么大员啊，在您这儿，我就永远是您的汉王。行了，来，在中尉啊，有什么事儿你就说话。三全是我兄弟，有我的就有他的。我敬你一杯。哎呀，多谢何团长了。 局长，咱们得赏个脸吧。喝酒就喝酒，别装腔作势啊！好吧。齐老板，哎，我从来滴酒不沾。等会儿我以茶代酒敬你一杯。哎哎，但是在敬你之前，我想先问一下，你来中卫到底做什么生意啊？嘿呀！ 欧阳局长不愧是山西中卫的警卫治安，哎，您放心，我齐某人绝不做不法的生意，绝不给警察局长麻烦。主要是别给我们县长大人添麻烦。哎，齐老板，我希望你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上人。是。呀，这咋了嘛？ 全完来了啊！来来来，你跑哪儿去了你？哎，三全兄弟，你来晚了。有酒喝，啥时候都不晚嘛。来，咋都来了？三全兄弟，刚才你的老板已经给大家伙敬了一杯，你是不是也应该表示表示啊？是吗？哎，哎，欧阳局长，我得指正一下，人家三全啊，现在不是我的伙计了，现在人家给马县长做事儿呢。哎。 不要了，不是我不要你，是我情不起你。马县长，我说的没错吧？齐老板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呀？同三全宁可给你当伙计，也不肯到我药店去当老板。人家不给面子，啊？你还坐这干啥？追去啊！爸，跟我回去。三全哥他都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他嘛。回去。
你不原谅他，我就不走。跟我走。我不走。你，这样。爸。这样。看来，县长大人今天喝得不痛快啊。这样吧，齐老板。哎。改日我请二位喝酒。告辞了。不敢当，不敢当。你又闹啥呀，三全？你，哎呀，三全，还不快去呀？你快去吧，就追县长去啊！还不快去追！酒席做的怎么样？看了出好戏。局长不是很爱看皮影戏吗？是真人演了一出好戏。啥好戏啊？齐老板请客，表面上呢是为了他生意上的事情，其实呢是在为童三全铺路。你看啊，马守田让童三全帮他做生意，童三全不肯。老齐一回来，童三全就不走了，那县长大人是不是很没有面子？这是出好戏吧？您说这童三全一会儿要走，一会儿要留的，他这瞎折腾什么呢？如果他们是共产党，老齐一定会让童三全投奔马守田这座靠山的。那我们就不让他投了。靠，让咱们靠上好。姓齐的老奸巨猾不容易露出马脚，但是这个童三全就不同了，一个愣头青，刚好是我们的突破口。啊你呀啦呀，哎呀，哈哈哈哈，哎，不疼了吧？啊，好多了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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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哎呀，沙琪吧，你这伤。好的还真是挺快呀！啊，李老板，嗯，早就没事儿。哎，你什么时候放我出去报仇啊？沙兄啊，你还非要出去杀这个马守田？这个老狗日的马守田背信弃义，害死了我好多兄弟。我不出去报仇，不杀了他。对得起我死去的兄弟们吗？哦，那我问你，如果我让你出去杀这个马守田了，完事儿了，你除了能自己出一口怨气之外，你还能得到什么呢？我先出了这口气。这个事儿就算完了，我以后可以跟着李老板踏踏实实的做大买卖去。哎呀，我要是你呢，我就不急着杀这个马守田，我时不时的我折磨他一下，我让他的头上永远悬着一把刀，永远难受，永远害怕，永不，你说这个滋味是不是比杀了他更难受啊？啊，说得好，不杀这个老狗，慢慢的折磨死这个老狗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！杀一个人容易，想做成一番大事难。好，李老板，你说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你要叫我出去，想干啥？
上刀山，下油锅，我沙里飞跟着你干。好，我让你出去以后，在中卫城外重新拉起一支自己的队伍，一支装备精良、作战凶猛，要胜过宁夏任何一支部队的特殊队伍。所需经费全部由我来出。李老板，我能不能问一下，你拉起这个队伍准备干什么？干大事业。中国不是历来就有揭竿而起的壮举吗？你是想造反？造反？沙兄啊，你可真会开玩笑！造反，这都是什么时候的皇帝了啊？那，你弄队伍干什么呀？我只问你一句话：愿不愿意干？干！我沙里飞的命，是你李老板给我收回来的，我跟着你干。好。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我佟三全是啥人，你最清楚。我是上前线打仗的料。小点声！我干不了这种动歪脑筋、编瞎话的事。你请求组织马上换人，那还上前线打仗图干？哎呀，三全的三全，你真是个榆木脑袋。你干爹不要你啊？我看他是一时动气，最主要的是啊，他丢了面子。我干爹丢啥面子吗？哎，你看，你在我这给我当伙计，干得好好的，而且很卖力气。哎，你干爹让你去干，你却一百不愿意。我一句话，你又要回来。你想想，就凭这一句话，你干爹的脸往哪放啊？你以为我爱听你话？严肃点。我这是在谈工作，谈就谈，反正我干爹不要我了，我大不了回来给你当伙计。你要再不想要我，我回前线去。那不行，你必须要接受你干爹的生意。我干爹把路都堵死了，你让我咋办嘛？哦，哎呀，路上遇到一堵墙，断了你的路，而且你还必须要过去，该咋办呢？咋办？我问你呢，咋办？你不会连堵墙都过不去吧？我把墙砸了，就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我翻过去，太高翻不过去。我绕过去，哎，这就对了。那过不去的墙，你干啥非冲他使劲啊？你绕过去不就完了吗？就是跟人家打架，再这样下去，他非得毁了他自个儿的哥。那也是他自找的。可我们这样对三全，对他负责吗？你说什么？啊，这是怪我不好，啊？爸，三全哥他没爹没妈。打小就性子野，不服管束，想走就走，想闹就闹。可这回他走上正道了，您又撒手不管他了。您说，三全哥他心里有多难受？哦，闹了半天，是我错了还？哎呦，不是啊，爸，我知道是三全哥他自己不对，可是你也得给他个机会啊。我不是想走吗？让他走好了。
哎呀，爸！哎，知道哪儿开心玩的好吗？老板娘，齐老板，全娃咋了吗？你咋不让他帮你干活吗？哦，他已经不是我的活计了，我咋敢用他啊？你也不要他了？不是，不是我不要他，人家是县长家的干儿子，放这么大的买卖不做，跑我这来当伙计，那县长的脸面往哪放啊？那你咋办嘛？不要伙计了。嗨，以后再说吧。老姜啊，帮齐老板收一下皮子。哎，老姜。哎，快去。哎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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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娃呀，咋了嘛？都坐这一天了，有啥想不开的，跟你干娘说说。没咋。没咋，这是咋了吗？怕啥嘛？他们都不要你，干娘养着你。还是干娘疼我。你还知道干娘疼你呀？嗯？就干娘对你好是不？干娘，你说我干爹是不是不想要我了？傻小子，那咋可能嘛？你爹救过他的命，他不管咋也得认你这个干儿子，就为了报恩，他都得管你，知道不？可他这次是真生气了。那是因为你这臭脾气，谁不生气嘛？你干爹啊，就是怕你学坏学野，知道不？他真怕我学坏学野了？可不，你要是野起来，谁不怕呀？那就有办法。啥办法了？啊？哎，没啥，没啥，嘿嘿，我有办法。你别给我闯祸啊，混小子！今天的酒又走不动了，干娘的酒，对吧？我今天来是有大事找你。你有啥大事？你找我就是喝酒。你有啥大事？来，说吧，啥意思？装啥呢你？这两瓶酒贿赂你这个大团长，你贿赂我啥？我告诉你啊，这连有兰说的情都不行，找我也白搭。咋？你不让我求县长吗？呀，这点事儿还用得着你？呀，行，谢谢谢谢，喝酒，啥别说喝酒，简单的很。给我拿套军服，我现在就是你手下的兵了。咋？你想进保安团？嗯。别动。咋了？这也不发烧啊，这不发烧咋糊涂呢？啊，这县长明明不让你当兵，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？你还想不想在中卫待着？
呀，你说我咋办嘛？齐老板的伙计我做不成了，我干爹又不让我插手他的生意，我没啥可做的了。想来想去，我只好给你当兵了。嗯，行了，行了，我现在就是你的兵了。你把酒啊拎回去，你也别贿赂我啊！你不怕县长，我还怕呢。我这团长都是老爷子给的。咋？不收我啊？不收。县长要是发话，我乐不得收你，啊，把这团长让给你都行。县长要是不说话，你就死了这条心吧。看你这点出息，这点事儿你做不了主。做不了主。你真不收我？不收。喂。你要不收，我今天就不走了。哎哎哎！酒拿去。酒拿去。我拿套军服，我非要当这个兵。你要不收，今天就睡这儿。哎，我说，哎，在我保安团给我耍臭无赖是不是？我要当兵。好好好，来来来来，嗯，行，你收了，啊，当然收了，来，来来，给我拿套军服，大号的。把这酒拎着，去求老爷子去。啊，我公务缠身，没时间理你。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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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咋？走，走，走，你真不收我？啊，不敢收，不敢收。走，走，走，没时间，公务太多了啊。走，啊，在这，在这，哎，别过来，往右，往右边大门。对对对，啊，活驴，闹吧。他这是不想认我这个干爹了，嗯，你本来就反对他当兵，可是他非要这么做。我没答应他，你没看见他在我团部里是又打又闹，我这是保安团。你做的对，啊，不能由着他。他这个老毛病是又犯了。三全哥整天没有正经事情做，可不就是这样跟你瞎胡闹吗？您还是让他回铺子里面去吧。他这个样子，我把生意交给他，我放心吗？哎呀，闹吧，他当初就是这么闹过来的，闹吧。你们先回去吧，让老爷消消气，气坏了身子可是大事儿。对，走吧，走吧。你别再生气了。好。老爷，您消消气儿，咱再想想别的法子。哎呀，这手心手背儿都是肉啊。这堵墙就绕不过去了，啊！借酒消愁，这就是办法呀。喝酒是为了工作，喝酒是为了工作。我告诉你三全，你这是违反纪律，知道吗？咋违反纪律了？喝醉了是为了工作，喝酒是为了完成任务，咋了？那醉酒咋完成任务？咋工作嘛？咋工作是我的事儿，不用你管。是吧？那，这，哼，哎呀，三全的三全，选择你做这种细致耐心工作，的确是我错了。哎呀，你不是老吵吵要回前线吗？行，我同意了，你回去吧。你站住！咋？说回就回啊！你到前线去问问，我从来就没有当过逃兵。哦，在困难面前就没有退过。
老齐，我告诉你，我喝酒从来没有真醉过，我们还没有完不成的任务呢。来，哎，多动动脑子，不用你管。干做啥嘛，三姐，老爷子休息，我就跟干爹说两句话。哎，干爹，干爹，三全要去当兵了。万一这百十来斤要是撂在战场上，就见不到干爹了。今天来跟您道个别。干爹，您多保重。三全走了。头三全，你告诉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干爹。齐老板不让我跟他做了，您也不要我，我没脸在中卫混了，只好去当兵了。你说什么？我不要你了啊？你告诉我，你为啥撇了我给你的生意走人？干爹，其实我也没想走。别，你别骗我。你那个信上写的清清楚楚，你不回来了，是因为齐老板回来，你才跟着回来的，你是不是？但你是不是？是。行啊，我这干爹说话你不听，别人家的一句话就那么管用，我这。不是我听齐老板的话，是齐老板说的有道理。他有啥道理？齐老板说我要走了，就冷了您的心。就这，你就回来了？干爹，我知道您为我好，把生意都交给我。可三全是个直性子，我不想让人戳我脊梁骨。你听啥闲话了？说我是个穷小子，非要赖上县长做干爹，就为了贪图您的一片家产，那这还让人咋做人吗？我咋听这话就走啊？三全知道这样对不住您，齐老板也骂我，那，哎呀，那我咋办嘛？哎呦，你这憨娃呀！啊，怎么着？那么在乎别人说的话？嗯哼，跟你这一走啊，可真是伤了干爹的心了。干爹，三全就不是那样的人吗？说了，不说了。你那个齐老板，好人呐。他知道我要用你，就故意辞退了你。你可不能辜负了他呀。我也不能辜负他。回到药铺里去吧。嗯。成。干爹，那你不怕别人在？怕啥嘛？我怕你吞了我的家产。啊？这家产是我的，你是我干儿子，我就是给了你，别人能说啥嘛？你要是怕人说呀，就给我好好的干，你不好好干，别人才说闲话来，能吃了你。成，干爹放心，我一定好好干。嗯，这就对了，这也算对得起你死去的亲爹了。嗯，懂吗？三全懂。
三全，八网关内那批药已经封好了，还有几坛子老酒，你得过去看看呢。哦，还有要从上海采购的那批百货，你也得斟酌斟酌。走，这些事儿你办就成了。三全，你可是老板，这些事儿啊，你得做主。我干爹说了，让我啥都听你的，你说咋办就咋办。老爷还让你跟我学啊？咱做生意，咋也得懂得咋个发货，咋个进货嘛。还成。局长，童三全这个小无赖，转眼间成小老板了。这不奇怪，谁让他是县长的干儿子呢？攀上这个高枝啊，算得小子造化。那个老齐呢？那老家伙，天天还是枸杞皮货，倒没看他怎么跟童三全接触。是狐狸，早晚会露出尾巴的。欧阳局长，这么有兴致，幸会幸会。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太太，这位是欧阳局长。局长，您坐着。去查查这个李维雄。我总觉得这个人的眼睛背后藏着见不得人的勾当。这个家伙听说是做大买卖的，讳莫如深呐，外人猜不透。越是这样的人越要查。局长，您说他藏着沙里飞到底要干啥呀？要么干脆把他一块抓了，审审不全清楚。留着这个李美雄，对马守天就是个威胁，而对我们却是个帮手。先不急着抓，眼前的任务，你就把那个童三全给我盯紧了。我明白。爸，你是没有看到，三全哥现在像变了一个人似的。真的被你调教成一个小老板了。哎呀，他要真能走上正道，我也对得起他死去的爹了。三全哥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幽兰，幽兰，你也该考虑自己的事儿了啊。说这干啥，爸？我有自己打算。咋，有人了？哎呀，爸，我事儿您少管。哎呦，你们在外边读过书的人呐，你们怎么想的我懂啊，但是想过老爸这关不容易。你呀，这是老风景。这是老理儿啊，老理到什么时候也不能改啊。啥年代了？老爷，哎，您的信。好，好，各位，银川来了，银川忠义路，忠义路没啥亲戚朋友啊。
个李飞怎么去银川了？这个废货，杀他不死，阴魂不散呢。爸，这事儿要不要去报警察局啊？不，谁都不许往外说。我自己的事儿，我自己解决。这儿子做大生意了，知道孝敬干娘了。那是啊，我咋能忘了干娘？全麻呀，真跟你干爹好好做生意，你知道不？干娘心里可高兴。哎呀，三全啊，当了老板就不认我这个老板了？呀，你说啥呢嘛？咋会呢嘛？干娘，我现在就请齐老板喝酒。行吧，这才像我的儿子。老姜啊，上好酒。我麻子。三全，您赏情啊，终于让你干爹回心转意了。这回我算出色完成任务了吧？嗯，这只是第一步，下一步就是要通过你的门路，打通这条交通线了。有一批货。马上要运往关中，全盘我负责，我干爹的货。那好，渡口的韩麻子也不会差的。正好，有一批从苏联进来支援抗战的药品，要送往晋中地区，可以通过这个途径把它运出去。嗯，放心吧。嗯，来，三姐，这酒好喝啊，多喝点。嗯。另外，你一定和渡口搞好关系，确保万无一失。渡口上的钟汉是我兄弟，没问题。何钟汉，我相信你能够解决。可是警察局时不时的查守渡口，这是很麻烦的事儿。有保安团的路条，又是我干爹的货，警察局能咋？欧阳青是一条嗅觉非常灵敏的饿狼，我们不能不防，千万不可大意。呀，你婆婆妈妈的，出了事我负责，这个责你负不了。成成。明天我去渡口探探路。嗯。你小子忙着了。哎呀，三全呢？稀客，你咋来了呢？我来看看。来来来，里边里边里边来。哎，我听说怎么着？你不跟齐老板干了，跟你干爹干了？我也就给我干爹帮个忙，以后你多关照啊。咱是从小的弟兄，还说啥呢？再说了，还有何团长，这话我爱听。三全，嗯，我先失陪一下啊。哎，好好陪陪佟老板，带佟老板去喝口茶。是啊，我一会儿回来啊。是。佟老板这边请。哎，那位是啥人呢？一个商人。啥商人？我哪知道？不跟我说实话。没有没有，我哪敢骗你。老子自己赚的。这可不行，我们队长说了，让我好好陪陪你。老子又不是小孩子了，不要你陪了。去吧。